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卧底的 Vio 哥哥 John B。 那你现在看到我拎着这只鲨鱼，大家可以看我的另一条片在这里。为什么今天会来到九展的 EMAX 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Tone Music Festival 的未来音乐祭。那这个音乐祭呢，应该是以今年计应该是全港最大的音乐节，总共有28个音乐单位。我想说我们抢飞的一天是早上是不是9点钟，靠我们最懂使钱的 Cam Girl 卡攝去抢优先订购的飞。有看我们的 Vlog 都知道，其实我们卧底全部人都很喜欢听音乐和看 show 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拍一条 Vlog 呢，讲我们看这个 music show。 那我们现在走吧，我现在就上去攞飛啦，因為咧佢淨係可以現場攞飛嘅。同埋我想講咧，我之前約咗 Cam Girl 睇 show 咧，其實好多次都睇唔成，係咪？我同你之前買咗Ed Sheeran 嘅演唱會啦 ，Billie Eilish 啦，同埋 Of Monster and Men 三個大 show 全部都睇唔成，最慘係 Ed Sheeran 個 show。我記到而家，眼淚。我記到而家。我哋係好似六點幾已經去到現場啦，喺迪士尼，我記得。嗰日係狂風雷暴，雷暴警告咗我諗四五個鐘度，跟住咧，我哋喺現場係淋雨啦，淋咗差唔多四個鐘，佢先宣布取消呢個 show。佢要 Ashley 係嚟兩日啦，我哋係睇尾場，係尾場先搞唔成，跟住我哋就已經好似從來都約唔成睇 show 喎。最近嗰次就係睇《My Little Airport》啦，都係喺呢度 Star Hall， 係啊。呢度好多 poster， 咁今日咧總共有28個單位啦。咁其實即係28個單位入邊咧，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手啦，有 indie 啦，有主流啦，有 pop 啦，有 indie rock 啦 ，hip hop， 其實咩類型嘅歌手單位都有嘅。咁其實我最想睇，我都係想睇 JB， 或者有聽 JB 嘅歌，但係好似一次佢嘅 show 都冇睇嘅。影佢啊！影佢！影佢啊！呢個黑色衫呢個 Matt Force 啊，佢係 Matt Force 啊。我自己就想特別想睇Tom Fakey 啦，我想睇 MC Soho 同埋 Kenny， 即係神仔。跟住 Matt Force 啦 ，JB 啱啱頭先講我都想睇，其實 LMF 我都想睇 ，Room 307都想睇。我最想睇就係 Tom Fakey 同埋 JB 咯，其實同埋佢哋玩 hip hop 咧，玩一類音樂咧，其實喺現場嘅氣氛同聽歌係唔同。希望入到去佢哋表演會好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去攞飛。同埋咧，我哋自己係真金白銀買飛嘅，冇啱人幫手，自己俾錢。係因為自己想睇。自己想睇。自肥計劃，同埋都係冇啊！支持下本地 show 咯，支持下本地音樂咯，多啲。周國賢，我係卡拿添，黐咗。周國賢啦 ，Serena 啦 ，Tom Fakey 嗰啲啦，陶喆、Ivana、Sophie、卡拿啦 ，Tonic 啦 ，JB 啊嗰啲都會想睇。LMF 咯，中意睇 Jan 啦 ，Serena 啦，周國賢啦 ，Room 307 Gareth Tong、湯靈山。雲觀翻多年前咧，其實好多嘅一啲香港本地嘅一啲音樂都係啲比較可能。愛情嘅歌多啲，主流啲。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呢幾年嗰個發展係多元化咯，係啦。咁就係一件好事嚟嘅，一定係。始終以前好多人都可能覺得就係話，咦，原來你聽本土音樂㗎，佢哋會覺得就係點解要聽呢啲啊？咁但係而家反而就係多咗人哋去留意翻本地音樂，其實會覺得。起碼會重視翻自己嘅文化，咁所以其實如果多咗人哋去關心呢樣嘢嘅，其實都會開心好多。未必淨係要聽日韓嘅音樂啊，其實香港人都可以做到一啲好好好聽嘅歌啊，令到我哋香港人好有共鳴嘅歌嘅。哇，梗係開心到爆炸啦！所以我諗緊嗰個係感動嘅作品好多，講我哋香港人嘅故事好多，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會繼續發生嘅，所以大家努力。我
我自己就覺得我哋本地嘅樂隊就越嚟越國際化噶啦，其實。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，我諗我哋香港嘅位置就係撈埋一齊咯，所有嘢撈埋一齊咯。咁如果我哋係可以走甩咗嗰個語言嘅限制之後，我諗我哋嘅音樂可以去到更加遠咯。由細到大都有聽嘅，但係依家多咗 show 睇同埋咁悶嘅時候多咗 show 睇，其實係一件好事。好事嚟噶，同埋香港出產嘅都可以係好好嘅音樂咯。因為我以前可能淨係聽啲外國嘅歌啦，咁而家多咗好多唔同 style 可以 influence 咗嚟香港，咁係真係好好咯。我覺得聽佢哋唔係因為佢哋係本土音樂，聽佢哋因為佢哋係做緊一啲好好嘅音樂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时间嚟到12:30，这个 show 搞了接近4.5小时，有啲黐线。但整体嚟讲，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看的，这个 show 一路排落嚟的 setting 啦，成个 flow 啦，歌单都是很 smooth， 很顺畅。基本上中间都是冇乜停顿位，真的很流畅。其实我觉得这个 show 搞得非常之好，要多谢 Tone Music 啦，大家都要支持 Tone Music。上翻 IG、Facebook、YouTube。找回他們的資料來看，一定要。還有呢，其實他們派了很多，他們擺在外面有 poster 可以拿，然後其實有個長巷，我想講一講他長巷。他長巷呢，他說為什麼會是一個反光令面呢？其實
因為呢個 show 叫未來音樂祭咧，其實佢想我哋望嘅時候咧，一望其實就望到自己咯。佢嘅意思就係未來其實掌握喺我哋自己手上。我覺得呢個好好呢個 idea。你有冇邊隊特別深刻啊？你日本啊嘛。我其實都幾期待睇《少女新夢》嘅，啱唔啱？因為都知道其實係類似偶像組合咁嘅嘢啦。因為我哋 ICBB 曾經都係 idol。我應該會在這條片出賣他之前跳舞的片應該會被他鬧死。前個 part 就是可能做 hip hop 或者一些比較 instrumental 一些電子一些的類型，跟著 break 完之後差不多是 band show 來的，哇，全部人都站在那裡不斷跳不斷揈，基本上是沒有錯過整個 show 四個半鐘，真的非常之好看。為什麼要拍這個 fall 呢？其實都是想大家支持本地音樂，一定要身體力行支持，所以要買碟啦，俾錢買歌啦，聽歌睇 show。 其實我覺得睇 show 是非常之好的，因為在現場的樂手或者音樂單位，他們俾音樂我哋俾到力量，我哋之餘我哋又會俾翻力量，俾翻能量佢哋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良性循環。所以大家都要支持本地音樂。嚟到最後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、IG 同埋 Facebook。大家想看我們之後拍什麼片，除了飲食以外想拍什麼類型的東西都可以告訴我們。其實呢，我剛剛想到一件事呢，其實我覺得我們卧底其實是可以夾隊 band 出來的認真 Ice 會跳舞唱歌，我和你彈吉他，還有 Peter 是彈 bass 的，可能 Afin 要打鼓了如果想看我們夾 band 的，可以在留言留卧底組 band 好不好？下次再見，拜拜。